现在走，好像就要下雨了。哇，这么快，大家加快步伐，小心变成落汤鸡。乐乐熊，你这个乌鸦嘴。这雨好大呀，我们快找地方躲雨。我的翅膀都快湿透了。快看那边有一个古堡，快。哎呀，真想洗澡去啊，这雨真是的，说来就来。我好冷啊，这里不能挡风啊。赶快进去躲躲吧。好，我去敲门。练的是什么功啊？爸爸在给宝贝准备礼物呢，会告诉你的，一定是非常好的礼物。我的宝贝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给我看看。啊！谁让你上来的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在我身上跳？你快点给我走开！门好沉呐，让本剑客把门给撞开！里面阴森森的，大家小心点。不用怕，我在上面帮你们看着呢。这阴森森的房子真是好奇怪呀！你们看这门好多呀，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。去看看，嘿。爸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对琪琪鼠呢？谁叫他跑到我肩膀上来的？我最讨厌别人踩在我肩膀上。爸爸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他也是为你高兴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？我是父亲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不成体统。要是妈妈还在世上，她不会这样对我的，她也不会这样对我的朋友。别哭了，就知道哭，哭得我心烦。爸爸为什么会是这样啊？在没有你和妈妈的日子里，都是琪琪叔在我的身边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他呢？妈妈留下的墨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这样？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控制不了？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，复活的我仍然带着邪恶的因子。阿巴乌，你好狠，我该怎么办？难道我能像几年前一样选择死亡吗？不，宝贝还在牢中，我不能扔弃他不管，我要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为了女儿，我要和阿巴乌斗争。阿巴乌，我绝不饶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大门怎么突然关上了？开门的，开门的，外面有人吗？开门的，快开门的，开门的，有人吗？也许我们掉进陷阱了，大家小心，快点想办法离开这儿。我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。这么多门呀，这些门都一样高，一样宽，一样旧，一样都是木头做的，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有发现了！伙伴们，快来看呀，这个门的门把好特别呀，上面有一个猴子的模型，挺像我的，可能在暗示我们什么。里面说不定有好玩的东西呢。那我就先看看吧。你还疼吗？你怪我的父王吗？我不疼。我不怪公主，你别怪你爸爸。我想是不是像他讲的那样，邪恶的因子还在他身上发作呢？还疼吗，琪琪叔？我完全不能控制。可是我也不想这样，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。是你身上的邪恶因子在起作用吗？乖女儿，你说的对，邪恶因子又在作祟了。真是这样吗？宝贝，你听我说，当你看到我头发竖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唱歌好吗？听到你的歌声，我的脾气会变好的。好的，爸爸，只要你一冲动，我就使劲地唱歌，让你平静下来。我的女儿，你太懂事了，来，爸爸教你练功。我们一起练功，消灭邪恶因子。爸爸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进去看看。
我还以为有什么好吃的呢，结果就是天破屋子，什么也没有。嗯，哎，好像有什么声音。飞呀飞呀飞呀飞！哎呀，救命！看你往哪儿跑！好大的蜘蛛，我们救救小甲虫吧。好的，激励激励，魔术一百遍，魔术飞镖，嗨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掉了！谢谢你们。别客气，以后你要小心啊，不要再撞到大蜘蛛网上去了。我知道了，这个送给你们，保管好，会很有用的。再见了。哎，奇异萝卜，小甲虫为什么送这个给我们呢？但是直觉告诉我，这个很有用。啊！这小甲虫好特别呀，送我们一根白萝卜。我们还是听小甲虫的话吧，保管好吧。嗯，哈哈。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，感觉我们就像在古堡里探险一样。你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心里毛毛的，我们还是快找出口早点出去吧。这该死的鱼害得我们又跟丢了。还不是怪你矫情，这点鱼就走不动。小狐狸、大老狼，你们好啊！想去玩玩吗？不想进去。好了，我们可是大好人。好人吗？好人更好，我可以给你们变很多魔术，让你们享受魔术世界的乐趣。啊！你的魔术再怎么变也比不上乐乐熊的魔术书。乐乐熊是那只熊猫嘛？他们已经进入我的魔术古堡，里面有很多魔术，他们进去会玩得出不来的。嗯，乐乐熊他们进城堡了。哦，对，叫魔术书是吗？你们也想进去玩玩吗？嗯、啊。你们走慢点儿，这些门一个接一个，是通向哪里的呀？大家小心一点。哦。哦。看呐，前面的门是开着的。这么多椅子，咦，这椅子有什么用啊？好像是个阵法，如果破了这个阵法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呢？咦呀，哎呀，我看松松说的有理。我怎么有点晕了？这阵法该怎么解呀？大家快想想啊！